这个文明与人类文明极其相似，但是却是一个相当奇葩的文明。这个星球以点赞差评来定性一个人，而一个人差评达到一定数量的话，就会进行电疗对大脑进行格式化。而星球每个人的胸口都有一个红绿按钮，如何表达好感？绿色点赞，如何表达厌恶？ 红色差评就在刚刚。从地球过来的两名研究员在这里失踪了，而联盟指派奥维尔号前去探查真相。显然，奥维尔号的四人还没搞清楚这里的状况。在他们向报摊老板打听时，报摊老板却提醒四人没有徽章会被逮捕。而后又好心地说：“我这里有些徽章已经装好了30万好评，便宜卖给你们了。”果然，生意无处不在。凯利随即爽快地付钱，戴上徽章的四人继续前进。忽然，调皮的二黑吸睛附体，他居然对旁边的雕像好奇起来。 凯利命令他下来，但他不但不听劝，反而还跳起一段扭胯舞，动作真的不忍直视。没想到这一幕被人拍下，发到了网上。而此时的二黑显然还不知道自己闯了多大的祸，随后他们来到咖啡店，没想到店员看到二黑眼前一亮，随即主动给二黑好评点赞，这是独属于这个文明的浪漫。就在店员有些不好意思时，二黑的差评数忽然急速上升，而此时的电视里也播放出了二黑亵渎了雕像的视频。原来雕像是这个星球的英雄。 而二黑的徽章代码也被确认了，主持人呼吁全球网民开始给二黑投票。而后，二黑的差评数瞬间就突破了500万，店员脸色瞬间变化，马上就给二黑他们出去。而刚出门，二黑就被人认了出来，是他，是他，就是他，对着女神像跳舞的那个人，所有人都拿出手机对着他拍照，甚至不断有人冲上来给二黑点差评。而二黑的差评数迅速冲破1000万，几人见势不妙，刚要离开，可是佛伯勒已经到达了现场，二黑被逮捕了。收到消息后的艾德舰长马上向联盟汇报。 可是没想到，联盟司令拒绝了艾德舰长关于谈判的提议，原因是联盟有规定，不能在低于自己的文明面前暴露身份。